韩剧迷最近煲紧乜？梗系由李宗盛、韩孝珠担正嘅 W 两个世界啦。播出以嚟，长期占据韩国电视话题榜头三名，加上集集都有亲热戏咁滞，睇到人红都面晒。W 亦都系男主角李宗盛签约 YG Entertainment 之后首部作品，收视咁好，证明社长梁彦石认真有眼光啊！近日就有相关人士透露，宗盛恶霸已经成为老板嘅新宠。YG Entertainment 近年涉足影圈，更加不惜公本签埋一班知名演员。不过由于管理层同工作人员原本都系凑开歌手同 model， 对于照顾演员仍然经验不足，所以大老板决定亲自下海扮演李宗盛嘅临时经理人，包括对方嘅身材同健康管理，甚至喺 W 入面嘅服饰、首饰配件等等细节都会一力打点，似乎真系好重视欧巴啊！早排梁彦石公开同 GD 嘅卡球对话，唔少 VIP 都话佢唔锡 GD， 相信社长唔会偏心啩。